渐变，把它好看的棒闪碎钻零一用光疗笔叠涂开来，油平交流平后打磨甲面，擦去粉尘，再取镂空贴纸，蝴蝶贴在指尖硅胶笔按压平整，海绵笔把彩绘胶拍散后在甲面反复搓搓搓，将贴纸撕掉。接下来就是镂空的蝴蝶，贴在纸后圆处还是用海绵笔拍打，一样用镊子撕下来涂加固胶。大力胶粘这个圆形平底钻点缀，软胖子填缝笔包好边更牢固，最后镀金封层。